腾讯体育8月15日讯，今天中超第18轮继续进行，山东鲁能主场迎战华夏幸福。第5分钟，鲁能中场抢断得手，随后前场连续做出配合，正正助攻的禁区前沿，将球交到禁区内的吴兴涵。吴兴涵后拍张成栋的防守，随后左路传中送到门前，佩莱近距离头球攻门得手，鲁能取得梦幻开局，1-0。第36分钟，佩莱后撤拿球背断，随后华夏的进攻造成鲁能禁区内的混乱，罗森文将球交给右路插上的高华泽，高华泽桥传送到后点，姜志鹏无人看防情况下一脚端射却起刺，但皮球却画出一道诡异的弧线，从王大雷头顶上越过落入球门圆角，华夏扳平比分1-1。第49分钟，郑正中场附近拿球被贾艾比放倒，随后鲁能开出战术，任意球打出精妙配合，塔尔德利先是和郝俊敏做出配合，随后塔神将球分到禁区前沿，吴兴涵拿球分给张驰，张驰直塞禁区，打穿了华夏整条防线，塔尔德利左路插上，直接把球横敲到点球点附近，佩莱侧身抽射得手，梅开二度帮助鲁能再次取得领先。2-1。第55分钟，王大雷摘下皮球后准备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，结果出现脱手，还好没有华夏进攻球员在禁区内，王大雷赶紧用脚将球解围。第60分钟，郝俊敏禁区前沿拿球连续挂开华夏后卫杀向禁区，随后禁区线上郝俊敏起脚射门，但皮球却打在赵宇豪的手臂之上，捷克主裁第一时间示意没有点球，但 VAR 提醒主裁赵宇豪是张开手臂阻挡郝俊敏的这次射门，主裁到场边观看视频回放后最终改判鲁能获得点球，塔尔德利操刀主罚射中路，杨成已经做出扑救动作难以阻挡皮球入网，鲁能扩大了领先优势。3-1。 CNN 的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